天灾人祸，当啊当年安尼循环。一道面啊红灾，一道面啊高山啊，石阶搁互盘上乌白台。基山蕉农李志宏今年大丰收，一抱一斤的金蕉，内心甲只金蕉同款叮当。即马搁开始买蕉啊，伊搁拄着帮盘。唔甘爸爸妈妈心劳，七八年前伊甲电脑维修店收起来，等伊装卡帮忙。两个大个园种芭拉甲枣啊，煞拄着高山啊小孩。伊若一礼拜来甲伊巡一遍，加一撮等到甲你即水就拢完全拢无通好收啊。无法度伫高山啊，安尼就改种金蕉吧。甲土甲包起哩，迄个狗拢未来生蛋啊，开会较不开。过这两个月，这两个月也过有开，按金蕉就通好收啊。想袂到第一档就是拄着风台，金蕉秋风初的。风吹动啊，规个长一长，变一长，这菜也控得不好。嘛，因为风台呢，今朝创下一公斤百块的天价，李志宏第二单阁加进挂，想要阁再拼一下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第二单翻盘，一公斤四块。想要到今年的今朝种较少，价少也是一直下，加上盘商抬价收购。按必须甲高青今朝交易盘商，啊，盘商因冷冻催熟，来为盘商还要求的政府收五块，爱加老农收两块三块。政府阁把这金蕉粗熟甲土质量送予农民。按着大丛个边仔留两三丛，啊，若要阁顶早着挖个，啊，阁贴袂安尼着好啊。伊讲这控制金蕉仔啊，这我看这那是变困难加控。这些人辛苦，少年人无法度做。留伫个基山种金蕉呢，拢是七八十岁老蕉农。少年种啊老啊，爱着种甲做甲袂做，伊着怎规气卖做安尼尔。加上土地技术的限制，政府爱让农改种其他的作物，敢那想法太过简单了。即马李志宏因为搬东做到黄秋洲，得爱靠类固醇来止疼。伊讲希望政府会当伫个农业政策顶端对症下药，让因伫个辛苦一冬了后，会当有平稳的收入。伊农业政策一定出问题啦，台湾的农业愈来愈无希望啊。电讯中心高雄报道。